上面啊，也有给一个那个进度啊，那包含就是我们的入门到进阶大概的方向。那这个是那个 Python 的这个课程哈，那前面会先讲有关那个程式设计部分啊，所以哦，我一个安排哦，诶，它是先证照哈，然后再来才是后面的部分，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哈，因为单单讲证照题目其实太怎么样，太没有变化了啦哈，所以而且比较它那个题目可能就比较是考试题啊，所以变化性、实用性比较低啊，所以我会穿插，可能会还是会穿插，先讲一些可能比较有趣一点的啊，那也不，程式设计也没办法有趣到哪里啊，但基本上的话会有一点点的那个互动性，好，然后再讲那个我们的证照的题目，那大概我会分成两个阶段，一个入门，一个进阶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课程哦，总共我的部分是72个小时，上完基本上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学会这部分。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啊，大概的那个相关的需求啊，那大部分的行业别需求，其实都是好像似乎跟这之前也有点关系，好，然后也想要可能整合一些数据的分析部分，甚至有一些可能没有哦，可能要转职啦。我想未来，因为你只要搭上潮流的话啊，只要你的技能哦是跟这个整个职场上需要的话，我相信你要找工作一定会比较相对的比较轻松。哦，因为大家都需要供需的问题啊。那如果你的技能刚好大家都不需要，你那个技能可能相对的哈，找工作就会是一个弱势。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哈，我们这个班上的大家程度啊，它落在哪里啊？那看起来大概，有2位同学是比较高阶的哦，然后其他的大概有快60%的同学是进阶，基本的东西都还有点概念。那另外的话呢，还有一些入门的哇，所以在这个班上，最大部分是进阶啊，所以如果你的程度，假如说比较选这个选项的话，恐怕你要注意一下，也许你要多花一点时间。或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，因为我的课程里面哈，基本上呢讲义也有了，另外的话我还有个地方就是云端上面，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有个另外一个云端白板哈，那个部分的话还有更多讲义放不下的东西，云端上面也会放。也就是说呢，所有哈做完的那个我的解答画面啊，或者甚至我写好的 source，我写好的程式也会放在云端上面。所以假如啊，因为写程式最怕怎么样？你可能刚好就错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可能是你找不到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云端上面有个参考，你看一下，反正比对一下，你也不要钻牛角尖。其实写程式最怕钻牛角尖，浪费太多时间，根本就是一个小地方错你过不去，你就卡在那了。你可能一整天就是为了那个东西。那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尽量不要浪费那个时间。你要先，但你要记得那个错误哦，以后不要再犯就好了。因为程式是这样的，它没有那个99分的，你一定要100分，也就错一个地方都不行。所以呢，初期你在学习程式，我是建议啦，尽量你写慢没关系，但是就是不要赶，然后不要那个，就是说为了你要赶快看到结果，然后细节都没有顾虑到，那这一点我觉得是写程式的一个禁忌啊，尽量还是怎样，一定要稳哈，写出来的程式就会怎么写都对。即便错了，马上看到问题的点，那以后你写程式就会是一种愉快的经验。哦，现在蛮强调的，你如果写程式没有那个愉快经验哈，你会做得很辛苦啊。写程式很愉快，为什么？因为写出来哇，run起来，马上可以看到那个很快的节拍，自动就全部 run 起来了，而且每天你根本不用做什么事，全部事情都搞定了。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？再去修正可能一些逻辑上不一样，或者说可能。一些小的 bug，好，那其余时间呢？你就是你的时间嘛，好，所以一般业界这样啦，很厉害的人真的他每天就是很多时间，而且呢，很高阶的资深的工程，老板也不会管你在哪里上班，你只要让老板找到人，然后随时老板要做什么，你就是需求给你，你可以马上给他 feedback。其实我觉得哈，可能工作的地点也不重要了。那工作的薪资呢也会很好，OK。不过前提是你要符合这个条件哈。那其他的话还有2个同学是有曾经那个相关的开发经验，那是最好的哈。那 Python 的优点是说它的语法真的非常简洁，如果跟之前的 Java 比起来，哇，那很多东西
可能就要把它写好多行，写个10行20行，有时候拍场可能顶多2、3行就搞定了。这第一点，语法越来越少。第二个哈，语法也很简洁啊。以前还有什么 C 哈，C 加加加多少大刮胡，那刮胡没有哇，你少一个，有时候找半天就差一个刮胡不对，你就完蛋了。但是 Python 里面没有刮胡，不过取而代之的，它一定要那个缩排有没有？Tab 键要缩排，要缩得非常的严谨，因为缩排也是它程式的一部分哦。也就是你们之前没有缩排习惯的哦。你要慢慢养成缩排习惯，缩排应该知道按 Tab 键嘛，哈、哦。那慢慢，如果你这些习惯都有的话，其实写 Python 还蛮愉快的，哦。你要想到做什么，其实每天就弄一点，弄一点，不是可以把你的东西写出来，哦。那所以也许可以想一个方向吧，未来如果你们要做什么，哈、哦，也许可以试试看。那大部分同学都是也是自己哈、哦，希望那其他的部分哈、哦，大概了解一下，好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哈，我们还有一个云端的部分哈。那云端部分的话呢，位置在这里。那我是建议啦，我的习惯还是上面这边有一个，把它改成清单，清单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因为你如果像这样的，有些东西打开来，它假设我上面的名称比较长的话，它会变成只看到前面几个字。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清单的话，它可以让你列出来哈。那所以今天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大概。第一个要务哦，就是先做安装这个环境部分吧，哈，然后再来就是有关那个 Python 考试的部分。那不过在做那个 Python 考试的这部分的之前哦，其实环境要先弄好，因为安装环境不像哦那个 Excel VBA 那么方便，因为 Excel VBA 大家应该都有在开始，好像前面已经有开始有课程了。其实非常 Excel 那个 VBA 的话呢，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打开之后嘛，哦，你把那个什么开发人员打开，那就有 VBA 环境，就可以开始写程式。但是哈，Python 哦，它没有这么方便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 Office 呢，它是属于商用软体。所谓商用软体，是你已经花了钱买了，虽然你们来这边上课，你也没花，不过这边的电脑教室每一台都要授权，每一台都要花一个费用。那可是呢，Python 不是，Python 是自由软体，自由软体是它又不叫免费软，但是很接近免费，它是非商业用途，是免费让你使用的，也就是它没有收你半毛钱哦，所以呢，它会给你部分的资源，那其他有些资源你要自己把它变出来，OK，这个概念要清楚啊，不然很多同学都奇怪，老师为什么这么麻烦呢、啊？学 Python，为什么不能像那个Excel 这样打开，然后呢上面设定一下？它就可以开始什么？比如说，我就一个活跃啊，上面那个开发人员没有，你就点击其他命令，然后制定功能区就可以把开发人员打开来了。那你就可以怎么样？开始找到 Visual Basic，可以开始写。哎，开始了，有没有？但是 Python 没有那么方便啊，你可能要到可以开发程式的话，还有需要有一段路要走啊，因为你必须把那个环境弄起来。好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因为哈，Python。它也不是微软的产品，所以呢，哈，微软没有把它内建进来。那没有内建进来的话，恐怕就有很多地方要设定，啊，包含什么呢？什么一些环境变数，哇，有的没的，真的有点麻烦。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是自由的，自由，啊。不过其实，但话说回来，自由是很好听的，哈，可是还是要注意，因为它没有收你半毛钱，所以你要很多事情要自己动手。有点像你商业软体啊，有点像你去高级餐厅，会有服务员啊，有没有帮你服务？那你要干嘛？你要喝水？你要menu，然后你要点什么？他会帮你，然后帮你上菜，啊，收盘子，有没有？还会问你。那可是呢，哈，自由软体就有点像你去吃那个自助餐，自助餐什么呢？你从头到尾你都要自己来，包含你甚至吃完以后你要自己拿去倒掉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所以自由软体比较像这样哦。OK，那所以呢，今天的话，我们大概会先讲一下有关那个环境部分哈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刚刚有提过，就是我们大概，会有这些。所以第一阶段也许是包含，就是说呢，哈，证照考试题目大概就是包含在入门里面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稍微进阶，里面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资料库跟那个网路爬虫部分。那网络爬虫，甚至你可以把它爬到什么呢？爬到资料库里面了，因为你最后爬下来，你要有地方放嘛，你不能随便，就爬了就没有了，不是，你要再怎么样呢？
再把它存到资料库啊。那未来 Python 的应用面哦，非常的广泛哦，太多了，它延伸性实在太大了。那至于有哪些方向，我们将来如果有遇到的话，我再跟各位分享哦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先讲一下有关那个Python 证照这边的考试相关问题啊。那在讲这个考试之前哦，其实我应该要秀一下我自己的相关的东西好了，啊，就是我的证照，好，这是我考过的证照，也就是我已经考过了，哦。不过基本上哦，去考试的时候也蛮有趣的啊，而且考试的环境大概长这样，就是说，它其实是你可以一边考，然后一边确定你有没有通过，如果通过，你再做下一题，它总共会考9题哦。有没有？总共9题嘛，对哈？那你可以怎么样呢？你可以先做一题，然后传上去按送评。那如果10分，你就是绿灯，表示你已经有10分了。那也就是说哈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全部做完哦，你只要全部10分都拿到了，那你就可以交卷哦，也就是70分就及格了。那有的人想说，我一定要拿100分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做。但如果你只要70分，你只要拿证照，你70分拿到，你可以举手啊。老师，我可不可以交啊？你可以，他说 OK，那你就交，你就出去了。OK，那只是说呢，最好当然哈，考试是，最好是能够拿100分嘛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证照里面不会显示你是几分，你考70分也是一张证照，你考100分也是一张证照。好，OK。另外的话呢，哈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？其实这边只有9题，那为什么会有100分呢？其实最重要的是这里，就是第四题有没有？它是20分，OK，也就是说哈，第四题的话难度会稍微高一点，可是呢，其实它有20分，哦，那也就意思就是说，也许不然你们以后什么第一题就应该先做第四题，先拿个20分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再慢慢累积，哎，到了70分呢，你就已经有个底了。那后面要不要继续做，就看你的心情。如果你那时候心情特别好，哦，就意犹未尽，你就继续做。如果不想做了，哦，时间到了。那你就交个卷，你证照就拿到了。OK，大概是这样哦。这个是现场拍的照片，哦，OK，就拿相机来拍了。哦，那我是希望你们如果这个上完这个课啦，每个同学都能够拿到证照，哦，是最好的啦。哦，而且既然已经来了，另外的话，目前这种证照班太少了。这个应该是其实也是我针对证照考试开的第一班。哦，因为之前还没有啦，哦，而且这个证照也是热腾腾的，因为出来没很久，那你想要去学也没地方可以学了，哦，那刚好呢，因为我对证照考试有一定的了解啊，而且跟那个认证中心那边也有一定的认识啊。那首先的话呢，在讲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大概稍微再讲一下啊，关于我哈，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。那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简单啊，你 Google 吴老师好了，吴老师的第一个连接就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好，OK，那第二个连接就我的教学部落格，好，OK，吴老师啦。那当然，其他你要找 Excel VBA 或相关 Python，你也会找到很多吴老师的东西。那我之前也曾比较在前一个阶段是教手机 App，啊，不过手机 App 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趋势潮流吧，好像过了之后大家就没有那么有兴趣了。那现在又风向转了，那我们当然也要赶快转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如果继续教手机 App，可能就没有课可以教了，哦，所以我们要担心说之后有没有课可以教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断在学新的东西哈，主要原因也是这样，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如果你要真的从事这相关工作哈，你有个心理准备说，随时科技是在进步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希望学的这个东西永远都不用学的话，那我建议你。啊，可以去考公务人员，啊，因为公务员可能不用再 update 了，但是，哎，不，好像在有点负面啊，我没有那个意思了哈，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你希望你，好像有什么工作可以不用，好像公务员现在压力很大了哈，OK，也就是说你要保持学习，也就有些新的东西出来，你就要把它 update 一下，OK，所以呢，其实这20年来我不断在 update。也就是我没有停止过学习，好，然后另外的话有新的证照出来哦，我也第一时间啊，只要我有时间我就考试，哦，那考试其实很有趣一点，那一天刚好办在中原大学，哦，那刚好上面的讲师哦，他第一眼看到我，他好像就跟我打个招呼，因为呢哈，
他就是以前我教过的学生。他说：“哎，老师你怎么来了？”好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等下课再讲好了。不过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关系啦。以后如果哪一天你们比我更优秀，你们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哎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那表示说哈，你们都真的是有有学到东西了，而且表现比我更好。哦，我不排斥这一点哦，而且我还非常喜欢这样子。所以我看到我的学生以前教过的哦，有非常好的成就哦，在全世界各地，我都觉得替他们开心。好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学完这个课，哎，以后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。好，这是好的现象哈。那当然我会之所以哈会有这么多，其实主要有一个，并不是说我今天我要什么商业行为，或者是我要图什么啦。我单单有部分原因，其实纯粹只是乐于分享。OK， 那反正就是喜欢录一点东西放 YouTube 上面，好，然后呢也会习惯写一点部落格文。好，然后放在那个部落格啊，我部落格很有趣哈，你们 Google 在上面一定有文章，然后也有图，另外有 YouTube 影片，而且很多还蛮完整的，所以你看到之后的话，应该都会把它加到我的最爱了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会继续再看我的东西，持续的关注我。OK， 好，那当然也是我刷存在感的一种方式啦。对，我不然感觉好像我们老了吗？为什么大家都感觉？哦，所以这次选举也类似，有没有？哦，老人也要刷一下存在感，不然就没有票了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这个新的科技其实就是新的机会啦，也就是你要跟上潮流，你就会就是对的啦。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说你面试的时候，你人家问你的问题啊，你都没办法答出来，跟不上，或者说，人家需要的技能你也没办法对应上，那当然你就没有这个机会。可是如果人家还没需要你都有了，还有更多，多很多。我跟你讲嘛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来上班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子嘛，哈。但是你可能要知道几件事啦，可能像 ABCD， 因为常常现在很热门的话题 ，A 的话就 AI 嘛，这毋庸置疑的嘛，哈。或者也有人把它简称叫 automatic 啦，就是 automobile， 就是自动驾驶，汽车的自动驾驶，反正很多可以自动化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那个 B 的话，就是 Big Data， 那这无用带已经热门好久了，不过感觉热度慢慢也有下来的迹象。OK， 那其实也不是它下来，只是说它可能再又跟别的东西做结合，像 Python 里面也可以处理像网络爬虫，爬到很多东西，也许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，做后续的应用。那也许 Big Data 可能是另外一种应用吧。那第三个是那个 C 的话，就 cloud 已经很久了，云端的东西。那第四个的话就是那个辨识，但辨识的话不是只有单单人脸辨识的，其实像车牌辨识，你看现在停车场几乎都是车牌辨识的，有没有？没有的话好像也慢慢改了。那未来的话像什么人脸辨识，像现在警察好像也有一个装置，如果你报的身份证号不对，他马上就人脸辨识，你就是歹徒，就把你抓起来，很多嘛，新闻都这样。甚至像那个大陆有那个天网系统还是什么，他就随时可以知道你犯了什么错，然后你这个人在哪里，随时他就一举一动都可以掌握的。当然我是觉得这有点侵犯到隐私啦，不过我觉得隐私跟安全如果可以取一个平衡点的话，那会是不错的选项。比如说像现在我们门禁管制嘛，现在都没有管制，那如果发生事情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安全，但是如果你要去辨识人脸，那是不是这地方是有一个平衡点，又安全然后又方便，大家也可以都接受，又不会侵犯到人的隐私。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东西是很好东西啊。也就是所有地方你都不用带钥匙了，为什么？你回家也不用带钥匙嘛，你看那个你房子看到你就自动开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开车也不用带钥匙了，因为你一上车你的车子就可以辨识你了，对，然后你到任何地方都不用带钥匙了。 OK，但是它会衍生其他的问题啦，不过那就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了。 OK， 所以大家都是往前看，至于会衍生的问题慢慢再来就电动车嘛。电动车其实也趋势啦，台湾好像2035年好像就全面都不能生产那个燃油车了，也就全面
都是只能是用电动车哦，而且台湾的脚步还是算慢的哦。像欧洲、北欧啊、瑞典、丹麦，已经在近几年就都完全不能生产，而且不能进口、不能贩售，全面的电动化了。OK，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些其实等于就是说，但你不是看到车啦，我是看到前面那个电动，或者应该叫智慧型电动车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哈，所有的电子装置哈，都跟你的智慧型手机一样，里面都是可程式化的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装置哈，都可以在上面做智慧化，而且你可以跟你手机做串联。也就是你可能在手机上已经设定好你的路径了，然后你一上车放上去，你的车就自动帮你开到那边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安全的，前提是安全的啊。哎，这个应该我想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也看得到，好，当然我蛮乐见的啊，因为其实这样也是蛮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哪里，哎，就可以自动帮你带到那边去。啊，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哦，因为像现在马路上的公车啊，还有货车、大卡车哈。那些如果说真的用人来开，人会累嘛？而且啊、哦，有很多的死角，常常看到就有的时候车祸其实都是因为那些死角造成的。那如果说加装一些这种装置的话，其实可不可以避免一些那个安全问题啊？其实当然也可以啊，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新的科技，所以也就新的机会。那需要有人去做，啊，需要有人去做的话，那当然就会有个商业的需求哈。那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了哈，我好像放太多了哈，反正就大概看一下就好了哈。那主要的话呢哈，当然我不是只有业界的经验，但是我在学校单位也有在兼一些课程哦，OK。然后业界专家，像下学期在中央大学呢也有开那个也是 Python 的课程哈。那其他的话我刚刚讲过了，其实我 coding 经验超过30年了，哦，然后教这方面课程大概也20来年了。另外呢，也有创业经验啊，也当过执行长工作5年的经验，而且也拿了杰出创业楷模的奖项。OK，好，那另外的话呢，也拿过那个一些，自强工业基金会给我的卓越贡献教师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文大这边也颁一个叫做趋势先锋奖给我。好，也就感觉好像是我走在时代的尖端嘛，我也倒不知道。OK，不过我们是。相对的是我的个性是比较低调一点的，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像那天颁奖还要走台步，简直是把我给吓死了。因为他走完台步还可以才能领奖哈，这简直也没有跟我讲哈。不过我还是勉为其难的，而且我那一天没有特别做一些造型啊，算了，不过这也不是我们的强项啊。那我们的证照的话呢，基本上算一算应该有个30来张。哦，那最近拿到的就那个 TQC 的那个 Plus 的 Python 3，其实就是你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。那另外，当然我也曾经是证照考场的监评人员呐，反正这整串流程我几乎都非常的熟悉哈。那这是我的 license 证照哈，然后刚好提过给各位看过。那我的那个教学频道里面的话，也有大概订阅人数，那时候是2万多吧，现在已经24000了吧，24K 哈，持续增加当中。不过呢，当然我这边提一下哈，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跟网红那种不一样哦，那网红那十几万甚至破百万的，它上面都搞笑的，我在我的频道里面没有搞笑的部分哦，所以当然也没有那么多订阅人数哦。不过有这么多订阅人数，我也觉得已经还蛮开心的了哈。好，但我建议啦，如果你们年轻哈，有创意啦，有精力的话，其实不妨可以弄一些你自己的东西，不管你放什么东西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要让整个世界认识你的方法，而且 Google 至少也可以找到我的东西，很容易。所以因为这样关系，机会就多很多了。另外哈，也还可以收广告费。YouTube 上面都还有广告哦，我每个月都还会收到 Google 给我的费用哦。至于多少哦，不是重要了哦。不过我跟各位讲啊，每年出国旅费哦，Google 这些广告金都够了。啊，出国的费用哦，OK，而且我一年去出国哈，大概今年已经出国4次了吧，然后这个月月中又要去。
去北海道看雪，刚好是上完你们课之后隔一天，然后隔一天回来又飞回来，又刚好隔一天又上你们的课。其实我本来想要去更久，不过因为已经答应你们要上课了，所以我只好去头去尾，刚好中间部分哈，啊，这不是重点哈。好，那另外的话，我也是那个证照中心的审题，刚刚讲过了啊，审题跟命题委员，也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些出题，像之前的那个 VB 的题目，我也参与到，OK 哈。然后再来的话，相关参考书目，当然你们有拿到一本是证照的那个特训教材，不过这个特训教材哦，我觉得有点生涩，而且就是比较是针对考试的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比较多一点东西的话，蛮推荐像这本就是 Python 的初学特训班啊，这本书，然后它里面有附一些教学影音的哦，因为它有一些影音，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啊。不过跟各位讲啊，这个作者是叫邓文渊啊，这个作者出了蛮多的啊，不过他其实背后是一个叫文渊工作室的一个团队啊，里面好像都是国小老师退休之后就来编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吧啊。那他虽然呢叫 Python 的初学，不过我觉得哈，可能初学来看还是看不懂啊，因为取的名称可能要取简单一点啊，但是人家买回去看不懂，那你家的事了啊。不过就是说，他初学已经有点难。我的重点是这本书其实已经有点难了，也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经验的人要看，还是有点看不懂。好，那我的上课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啊，我尽量是把你们教会，而且真的会写程式哦。好，所以理论部分也许我讲的比较少，因为理论你 Google 都有啦，或者书上都有。尽量我就是要你们写，而且要写，而且要很会写，哦，很会赶快把一个问题解决，可能是我上课的重点哈。OK，那另外的话呢，哈，其他还有像这本书哈，自动化的乐趣。不过下面这本书就真的是比较进阶了，叫 Python 自动化的乐趣哈。那其实这个画面在你们讲义里面都有啦，所以你们自己也许再稍微看一下那个，就是讲义里面这两本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自己再把它买到哦。那 Python 的设计哲学其实相较于 Java 跟 C 加加跟 C 的话，其实就是三个啊。不过我觉得第一点感觉有点太夸那个了哈，优雅写程式怎么会优雅呢？哦，OK。哎，如果你可以把 Python 写得很优雅，哇，不得了，你真的厉害了。但是明确啦，我刚刚讲过，因为它很多地方不用大刮胡，哦，然后它的语法非常简短，哦，所以后面还有一个简单。那当然，我写程式的风格大概也跟 Python 差不多，就是我的程式逻辑越简单越好，不要钻牛角尖想太复杂。第二个的话，程式哦，我的习惯是程式越少越好。比如说，有人可能要写个非常十几二十行才能解决一个问题。至少他们两三行就解决掉就好了，哦，啊，Python 大概也符合我的需要，所以我最早会开始使用 Python 哦，就是因为我看上它这一点，哦，啊，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刻意，因为我以为我要来上这个课，我才去准备，不是哦，我是本来就已经觉得这个很好，所以我就已经开始在使用它，OK，所以学习的话，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它的那个整个排名部分啊，这个是国外的那个排名。那当然呢，前面呢 Java 第一名，C、C 加加、C Sharp、Python。不过呢，这个排名哈，这是前几年的哦。Python 跟 Java 好像已经死亡交叉，也就是说 Python 已经上去，Java 下来了。OK，所以哈，未来你们在学习的话，倒是不错的哈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也许我们先从那个第一阶段哈，第一个部分。因为我们在写 Python 之前，一定要把开发环境先弄起来，所以请各位哈，第一个先把那个 Python 的部分下载。那怎么去下载它呢？非常简单，请各位哈 Google 一下，关键字就是 Python。好，Enter 一下，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啦，当然这边有维基百科哈，啊，相关细节我就不多说，自己看应该看得懂。里面的话，它会告诉你那个 Python 的前世今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。啊，里面到底是谁？哦，就这个胖胖的哈，哦，OK。那他 Google 表示他跟 Google 关联性还蛮深的，哦，等等的。另外第二个，请各位帮我下载什么呢？这个广告的下面这边有个 Welcome，啊，to Python 点 org，org 的话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啦，意思说这是自由软体。那你先帮我做一件事，把它点开来，并且去找到 download。
那请各位 download 什么呢？最新的版本啊，就是这个什么啊，那个 Python 的3.7.1 了。哎，之前上课才3.73，哎，3.6而已哦，现在已经3.7了。那下载之后的话，哈，大概24 MB 多吧，哈。第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它下载，那记得就把它开起来。开起来之后，安装方法都跟你平常要做的都一模一样。不过呢，我建议哈，请各位安装的时候注意几件事。第一个，安装的第一个画面，它预设是装在这里，这里是在哪里呢？C 碟底下的你的 user 底下的这个目录底下，这么长一串。那会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你要找到你的安装路径。很麻烦。第二个，因为我们这边电脑会还原，所以你下一次来又要再灌一次。所以哈，建议第一个，请你不要选这个，选这个，有没有？Customize installation 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就是找到这个手动安装哦，哦，back 一下，特别注意。还有第二个哈，就是这个要注意的哦。第二个是说呢，你要增加你的环境变数。如果你不加环境没有，将来你要自己打路径哦，所以这两个地方可能要注意。第一个，先打勾这个；第二个，先选择手动的 customize installation 这边哦。然后呢，你就 next 之后呢，他会问你说：“哎，请问一下你的路径在哪里哦？”请各位 location 这边哦，请各位注意一下 browse 哦，把它找到哪里呢？找到低碟好了，因为我们这边低碟不会还原。那你 browse 之后的话，你就啊不，干脆这样，不要 browse，直接干脆把这边改成 D。后面这一串哦，直接就留下什么 D 冒号斜线，斜线一个哦，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Python 的3732就好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未来就是干脆装在 D 碟。那以后呢，下一次你明天来开机还原没有关系，就在 D 碟，你不用再安装了。OK，那么按一个 install 哦，特别说。所以记得啊，这个很容易做错。这个选这个手动的哦，然后这个要打勾，好，然后下一步按 install，这样子的话呢，Python 就已经装到你的电脑了，那可以 run 了。只是说呢，它给你的编辑器是有点像记事本，阳春非常非常阳春。那可不可以 run？可以 run，但是好不好 run？非常难 run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好用的编辑器。可以写程式的，OK。那我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先试一下。第一阶段哈，把那个环境先 run 起来哈。